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前天啊，然后就是北京的啊，就是基本上来了不少啊，不光是这确定的40个啊，然后是一开始是预测是来40个啊，预测是来40个，然后来了将近180多个左右啊，然后我是用视频啊给大家就是。说了一些问题，谈了一些问题啊，大家这是问题非常多啊，就是一开始没想到啊，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比较尖锐，而且是关系到这个以后的生存，还有孩子、老人等等很多问题啊。因为我也没办过这些什么慈善机构啊，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想法，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啊，总结出几句话来啊。第一，我没想到就是利用这种手段啊，给大家就是倒腾出去啊。然后是咱们迫不得已利用这种手段的原因啊，并不是说大家手里边没有这点机票钱，也不是说没有这点不是那个机票钱，也不是说不遵纪守法啊，是因为这个美国拒签的这个太多，这是其一。其二是美国预约到11月份了，所以说是已经没有时间了。目前现在这种状况啊，非常不容乐观啊。你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来中国访问这个东西，都是这个试探性的东西啊。就是，所以说哪些事情啊，各方面的就是，并不一定看到这个长远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啊憧憬啊。就是把这个，就是多方面啊，你包括现在咱们是看国内的这种状况啊。就是说北上广深包括实体店啊已经 game over 了，包括这些外资企业基本上全部就是移出啊，外商投资和引进外资这两下别想了啊，扩大内需，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基本上工作全部都没了，去哪儿内需去？所以说咱们分析的就是三驾马车基本上完蛋了，所以说就像发动机似的，当它起来的时候非常有惯性啊，稍微有点问题能一带而过去了，互帮互助啊。但是一旦它熄火以后再起来的话，有一个预热的很长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那种惯性刚挂一档二档走的那种过程是很累很累的，时间很长。所以说这个生存问题就是说什么呢，未来在海外还是有一定的出路的。第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包括中共啊，包括在去年2022年9月份器官移植合法化后，包括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胡鑫宇问题，胡鑫宇的器官啊，还有这个在天津的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啊，就是成立啊，在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它不光是给中国，而且有可能跟国外包括海外的一些总统的一些亲戚啊，这是咱们产生的怀疑啊，不能确定啊，我估计应该有，所以说牵扯到很大的利益啊，就是牵扯到很多的东西啊。然后是在6.1儿童节前夕或者左右啊，就是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江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等一系列丢孩子在不断的增多，而且孩子岁数在12岁到18岁
如果你们有孩子的，在12岁在18岁的时间，所以说一定要关心你们的孩子。包括国家现在又出现什么政策吗？在要化验孩子的血型啊，抽血化验，然后是打着什么旗号呢？是为了孩子的血脂，扯他妈蛋的啊，这全是他妈扯淡，这是为孩子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前期准备啊。还有一事，你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喝水，包括拿的杯子啊，大家要注意啊，有孩子的要注意啊，你们孩子拿的杯子里边的水记着，如果离开自己的视线后尽量不要再喝了啊，以防万一啊。现在在南方的江苏、江西、广东啊，基本上都开始已经检查血型了，初中、高中就这些孩子的血型都在建立大型的数据库，血型数据库、 DNA 数据库，也就是说为中共在把老百姓的命当蚂蚁一样践踏啊，根本没有把老百姓当人看，所以说没有必要在这个国家替他做点什么贡献，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这是第二要离开这个地方的主要原因啊。哪怕就是说什么的，就是说如果美国，或者说不光是美国，有可能是意大利也好，西班牙也好啊，包括欧洲也好，包括什么咱们就说塞尔维亚也好，能够到这些国家去能够定居移民也不错，然后有机会找机会，然后再去美国，再去好的地方。所以说必须，如果你生了孩子，你要为你的孩子负责，对吧？你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负不起国家的责任，担不起国家的这种啊，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这种啊这种责任，但是你要担起你孩子责任。你生了孩子并不是说他的器官就是生来就给别人了，所以说这是你的责任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包括工作，包括目前现在所有的大学生今天的所有的工作啊，基本上就 game over 了。为什么叫 game over？ 1156万大学毕业生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包括现在所有的人，包括送外卖的，基本上什么硕士博士学位都得去送外卖去了，还要跑网约车去了。所有人扎到这里边有什么希望呢？没有什么希望，你也赚不到钱，只会在窝里边折腾你们啊，一些政策让你们交钱各方面还是割你们的韭菜啊。所以说这三点，就这三点大家要想明白，想得透彻，你就知道离开和不离开啊，或者说有什么想法的可以再斟酌啊，可以跟商量。就是说你们如果能保持警惕的状态，负起孩子的责任，可以在这个国家待着啊。这是这个想法，并不是说非要逼你们去走去。我们为了走是什么？为了很多啊，这里边有很多，包括第一批店们，他们很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啊，就是他们又受到地方的这个严加的，就是包括这个，犯过一些错误啊，包括这是，一有点什么问题，包括房子，包括想起诉啊，好，或者说，跨省的去北京去，经常去这个上访。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政府，包括在河南也好，河北也好，山东也好，这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感觉在这里活着生不如死啊，每天搞的是人心惶惶，什么都干不好。就尽早就是这一批人，就是说什么要离开，就是说前第一批第二批啊。所以说随着咱们这批啊，包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熟啊，包括接触的人也好，或者地方的势力也好，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啊。所以说现在有更多的人去加入到这个走线的行列啊。然后是有些人还有一些问了一些问题啊，包括现在没有美金的啊钱，我跟你说，我们维护你们去走这个线，并不是为了从你们手里拿赚钱，没有必要。我们在5年前开始折腾这个网络赌博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第一桶金啊，从5年前开始折腾啊，搭建我们的东西，我们手里边有不少钱啊，可以说实话，包括我们的团建基金，包括我们做这个一些事情啊，也搂到不少钱啊。
所以说我们手里边不差钱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你们就是包括我们国内的战友手里边提前两年到三年，包括这个七哥啊，就是跟我们提前说的，就是把钱美金也好各方面都堆得起来，不要放在银行里。我们已经把钱已经堆好了，包括药品啊钱各方面都已经堆得非常充分啊，就是说人民币也好美金也好欧元也好我们手里都有啊，国内的啊，就我们提前都已经准备好了啊。你们没有的钱从我们手里拿，不用拿那么多啊，路上吃喝啊就 OK 就 OK 了啊。实在困难的跟我们说，我们尽量帮助你们啊，并不是说你好都不好意思怎么着，没有必要啊。在海外的是以美金为主，你拿人民币也没有用啊，人民币就留在你国内的亲戚上嘛，没有什么用啊，基本上废纸一张啊，就是没有啥大用处啊，就从我们这儿走就行啊。就是出去以后然后给我们签字啊，就是说你们从这儿拿了多少钱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以后咱们都有一个回馈反应，你们心里有数对吧，咱们都是互相的那个互相能够互帮互助一把，能计量一把，毕竟都是同胞啊，这是其其二是有咱们的团建基金，我们团建基金里边有很多钱啊，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钱也是从赌博上拿过来的啊，我们没拿那么多钱也没有什么用啊，从团建基金里边啊，就是团建基金就是包括走海外啊各个地方的，包括各个国家走咱们的这个路途遥远啊，就是向导啊由来处理，就我们有对接的人，你并不需要你拿那么多钱啊，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啊，你们的就是到海外就不要操心这个钱的问题，比方说什么买吃的、买喝的、买用的呀、啊，什么纸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个你不要操心啊，就是该给你的全部给你啊，有什么问题的给大家提出来，马上给你解决啊。出门在外跟在家里边不一样，对吧？互帮互助，是不是？我们各个地方有的各个地方呢，咱们有这个战友团，能互帮互助战友团啊，中途的休息啊、吃饭呐、啊、各方面的维持、生病啊，咱们都有这个。顺便的这个就是休憩的地方啊，旅店啊饭店啊是吧，我们自己的对吧，就是很方便安全第一啊。没有实在是没有钱的到海外啊，包括不够的各方面再接着给你地方上的啊，这个是在钱的问题上你放一百个心啊，你不要考虑到你好家伙你这个这儿过不下去了，完了以后拿那么多人民币，不要拿太多的钱没有用，拿太多的也没有用啊，所以说到海外的以后安安稳稳的把心收一下啊，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好吧，就是有想法有想干点什么的啊，有一技之长的对吧，包括有什么受到什么打击的啊，必须离开这个地方的，我们是全权扶持啊，离开这个地方好吧。然后是今天就是把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说到这一点啊，就是基本上问题特别特别多啊，就是一时也回答不上来，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这一人一口，这180多人，170-180人吧，完了以后就是一人一口，一句话也反映不了多少问题。有什么问题的话，然后直接在就是在群里边儿，我好，咱们有一个这个群，在群里边再提前提出来，完了以后再慢慢的回答给你啊，一时回答不了那么多。反正钱的问题不就不叫问题啊，就这一点包括国内你换不出来的就直接我们来弄吧啊，就我们走我们这儿得了好吧，就这么点事儿。还有一个是我们就是好消息啊，有几个好消息啊，然后是我们与哥斯达黎加黑社会啊，也就是说当地的就是专门走运作这个偷渡的啊，为大家建立这个合作关系啊，还有洪都拉斯民兵自卫队啊，也是就是各成一派吧，完了以后他也是想赚一部分钱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他也主要是他负责建立合作关系，还有墨西哥地方黑帮也建立友好关系啊，就是共产党这个东西啊，就是跟共产党一样，到哪个地方跟打那个上交道对吧，到哪个山唱哪个调对不对，入乡随俗，建立友好的关系对吧，合作共赢是不是啊，做什么事情人家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对吧，咱们是团体性的去走，也不是单帮好多人去走对吧，
所以说咱们形成一个大批的这种啊，就是安全呐、安保啊，有一个特殊照顾的环境，所以说必然要跟地方上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因为咱们是有长久之事，对吧？做长远的打算，啊，除非就是共产党灭了，啊，共产党没了，咱们该正常坐飞机坐飞机，该干嘛干嘛，对吧？是吧？所以说这个都是目前现在这种状况啊，出现这种状况，包括这个各个限制的情况下，提前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只能是这么干，啊，就是目前这种状况、想法各方面只能这么走，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包括这个船只啊，还有这个车辆啊，包括怎么舒服怎么样，目前现在还没有完全就是完全有一个一条龙的这种这个迹象啊，是一点一点的来啊，最起码得走个五批六批的，对吧？初见成型啊，合作的这个地方黑帮呢就是非常稳定啊，是吧？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咱们其实有些地方还有几个国家正在谈判当中啊，什么事嘛都是不断的交往啊，由不好到好啊，到不认识到认识，就是建立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大型的这种融入这种大型的这种走线的这种行列啊，就是不断的蒸蒸日上吧，也不能说是完全100%的全部到位啊，咱们没那么大的实力，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水深水浅都是在摸索当中啊，走过两三次的话，最起码都混个脸熟啊，认识怎么回事啊，就是主要负责什么的，干什么的，对吧？安全呢、啊、对吧？住宿啊，吃饭呢、啊、对吧？还有这个运送的客车呀，是吧？都是哪个利益的，对吧？这里边咱们得弄明白了，是不是？主要是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就是咱们就是首当第一的，就是给地方就是说啊，包括咱们就是前批进去的这些战友跟地方上建立的关系啊，所以说就是必须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从墨西哥到美国的这个走过去的这个方向啊，去到那儿以后，哎，怎么不至于被拘留6个月，是不是啊？拘留1年半载的，对吧？那你去那儿干嘛去了？那你还不如在国内待着呢，对吧？不过在那儿坐牢也比国内吃的也好，喝的也好，而且挺自由。话这么多啊，就是咱们不至于过去到那儿以后住15天或者半年的牢啊，这一点咱们是把这个是铁板钉钉了啊，就是过去就是自由了，对吧？该建立自己的工作各方面的，哎，孩子上学各方面的，哎，能扶持着咱们大家都互帮互助一下啊，并不是说到那儿以后不管你了，没有什么意义，是吧？那过去以后，那我们图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就是，既我们目前这个状况，既我们最大的啊能力，能够把这些想离开、紧迫离开、需要离开或者受迫害的这些百姓，尽量的送出去。啊，尽到我们这个同胞的责任啊！好，这个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给大家沟通啊。然后明天呢，就是在国内的明天呢，就是端午节啊，祝大家就是咱们培训这几天，包括大家确定下来了，然后培训几天啊，就是明天就是先过一个好的端午节吧。过完端午节，然后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啊，到底是多少个？目前就本来是40个，完了以后折腾到180、170、180个，很乱啊，所以说这个搞得好像是我们在倒卖人口似的啊，就是毕竟我们是弄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啊，怎么让自己更活得更好一点，在自由的环境下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能让自己在未来的这个本来人生并不是太长的30000天之内能够活得更充实一些，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啊，好，今天这里，好，再见。